我本来应该祝贺你，但是我很伤心。小红，不是阿爸抢夺你心上之人，我不怪你，但我要离开你这个朋友们。红毛，你别走，你得跟阿爸回广州，去广州为大清制造枪炮。对不起，老红，再见了，我希望你幸福啊。你别走，红毛，不是我夺了你那奇女。侯九满，借今儿个这喜日子，我将你那个喝酒的酒改成永久的酒，九满，知道吗？我要你保我大清天长地久，而不是编着法儿的灌醉我大清。那猴子虽非满人，更非皇亲，但我已命他只能称呼你大福晋。你永远不能忘记祖宗，他也永远不能小觑了你的身份。记着，你要日日在万岁牌前请皇安，若有辜负皇恩之时，二撒兰也可以随时命你请皇安思过。二撒兰满语为狮子之意，你与那猴子若要有了子嗣，不准姓猴，只准随你阿玛的姓氏。列祖列宗，如今汉臣伟大不掉，汉民桀骜不驯，为了消融仇恨，为了大清永固，叶赫那拉姓真千丝万虑，不得不出此无奈之策，破了祖宗满汉不同婚的禁令。这位老人吗？哎呀，正是正是。你老还认识表下了？认识认识，怎么能不认识呢？哎，慢点慢点啊！哎，大人呐，小老儿这次赴京师啊，就是为了要会会你这制六七炮的大功臣，没想到小老儿就病倒在客栈了。昨天晚上碰巧我也住进了那家小旅馆。老人家患了什么病啊？没什么大病，就是人老了。侯大人呐，甲午那年我与大人有约。哎，二十八连环咒，正是。
老人家，嗯，怎么是个单页啊？原本该是一册。啊，啊，原本还有一只样浆所在，可惜啦，洋人在攻打天津的时候被毁炮火了。老人家，哎，不知是否愿意随镖侠一同南行？小老儿年老无用，来日无多了。算了吧，啊！镖侠愿赡养老人家，侍奉老人家一生。那小老儿就乐不得了。上车了？上车，上车，上车！红毛，来上车。哎哎哎！我把这个老人过来，可是，但是我没说我跟你走。红毛啊！你我三人啊，在路上一同研究研究这二十八连环中。红毛，老侯，你不行，不行 ，no， 伤了你我父子之间的感情。No， 老侯，那我有个条件。你说，我知道你拉我入伙是为中国军工做一番事业，但你要承诺，你做枪炮不是为了打洋人。我不打洋人，造枪炮做甚？来来来，将军将军将军，好，阿爸承诺，阿爸承诺，阿爸承诺，阿爸绝不打你这样的洋人。OK，OK。Yes，OK，Yes，Yes，Yes。喂，到底走还是不走呀？嗯，不错。你的暗桩、眼线都埋在许多要角的鼻尖底下，这可是你的本钱呐！谢岳大人夸奖。难得头回见面，你便对本部堂如此亮底儿。夏总是认准，袁大人才是当世的真豪杰、真英雄。禀太后，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将营中以无器件保障的洋枪报废，加快新枪研制，同时将汉口的造船厂等划为商办，以腾挪资费。准，叫鄂局将研制新枪所需银两的估算西单，尽快的交予户部。这，广东的粤局也有折子。自从禁运，粤局不得不加时仿制枪械，望朝廷追加饷银。狗才，粗制滥造那些个不堪一用的老枪老炮，还有脸要加时饷银？那此折军机就留中了。还有事吗？还有，云贵总督奏报，有个叫丁怀瑾的乱党，借法国人兴筑滇越铁路造反，目下已攻占各旧建水等县，请朝廷增兵，并速添枪炮。又是枪炮，又是枪炮。皇上还有问的吗？那个侯九满是不是该到广州了？不要只叫阿爸，上前一一拜过额娘。称额娘不称阿妈，这是太后遗旨。梁儿，由你先来。那我阿妈怎么办？你阿妈离家也是太后遗旨。我阿妈有何过错？你阿妈没过错，所以还能住在惠州族，只是不能再称侯杨氏。梁儿。梁儿，
见过额娘。娘儿，我等是汉人还是满人？要叫唤额娘？啰嗦！阿爸刚才讲了，这是太后遗旨。言儿见过额娘。妹仔见过额娘。你，哼！大胆，给我回来！我找阿妈去。你们去把她拉回来。是阿爸。玉姑妹妹，玉姑妹妹，玉姑妹妹，哎呀，玉姑妹妹，玉姑妹妹，阿爸，毕竟多年未归，千万别惹阿爸生气啊！不叫不叫，就是不叫！哎呀，玉姑，玉姑妹妹，你学我就是，嘴上叫着额娘，心里想的是鸡鸭鹅的鹅，额娘、额娘、额婆，那也不叫。阿妈好可怜。玉姑妹妹，一切等过了今日再讲。啊，对呀。走回去吧，一切等过了今日再讲，啊！这个二三兰大福晋呐，您看我这小女她不惯，老爷真是养了一个好女儿。司梅婷，竟敢抗旨不遵！玉姑。造反！起来，起来，起来！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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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起来，起来，过来，过来！阿爸这次回来，不是阿爸休了你的阿玛，是阿爸让人家给休了。啊！好歹阿玛还有个地方住。阿爸如今只能住在这驿馆，你等若不愿意见那人，就好生在书院读书啊。阿爸，书院的书早已读尽，我侯府早被人叫做秀才窝子了。你等都中了秀才了。阿爸，考个进士举人又有何难？妹仔本来罢考。他扔在地上一张破纸，被考官捡了去，竟也取了个第三。而且，那还是孩儿从《红楼梦》上默抄的一段。哎呀妈呀！妈呀！哎呀！当年的原图，红毛，你说这门老先生为何不把全部样册拿出来？我已经说，老话我已经说了，这张图肯定是真的。但我看。照他是造没有意义，因为他尽管是机关枪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和大鼻青已经有了更加先进孙子的孙子的孙子，我为什么不走捷径？我华夏先人制造兵器的思路与你的洋人不同，说不定这里面就有出人意料的奇思妙想。
星。嗯，确实是一张海头。那得讲，他藏着什么宝？诸位，诸位，诸位可曾听说过，雍正八年，我广东海关奏报，有一艘外国商船在肇庆海面沉没，当时因打捞银甚巨，雍正爷只向13行医商宣布，赐给落海船员盘费，送其回国，再没提打捞之事。是有其事，雍正爷当年还藏有猪皮。尔等可知，这是条什么船？是什么船呢？是荷兰人的一条金船。船上20斤一只的金元宝有多少？294只。不会有那么多吧？那是荷兰人用占据台湾守寡的黄金铸的，原本打算运回国内。那这样的消息，侯大人从何得知啊？嗨，庚子之乱，回銮后，标下不是在宫中做过几天侍卫吗？当时的皇宫啊，被洋兵折腾的是一片狼藉，密党扔得遍地皆是，标下就是趁乱施了此毒。侯大人乃水师出身，我等相信，由侯大人主持，打捞这船，并非难事。就别说是几个万把两银子，就是几十万、20万，我等不眨眼睛。只是，这海里捞出的金子，是否用的？谁人不知？目下广州现在有专为总督、将军、府院、王爷办差的总督商人。将军商人、府院商人，甚至是王商，寻此例啊，我等为何不做个最大的、顶天立地的皇商？皇商，使不得，使不得呀！哎呀，我等知道，侯大人是老佛爷眼前大红大紫之人，可是这皇商不是想叫就叫的。侯大人，这图上似乎有纪元二字，这是何意啊？什么纪元纪进的，眼睛看花了吧你？你们都瞪大眼珠看看这是什么。侯大人，这就是传说的宫中万岁牌吗？正是，太后命标下以此镇守江南半壁，做个护法使臣。如今朝廷多难，库堂短处，太后特准标下便已行事，自谋办差银两。这皇上之名，你们说，标下当得当不得？当得，当得，当真当得？绝对当得。侯大人，身负皇命，我等愿意攀附侯大人，请尽所有，共图富贵。小明，下一位，下一位，小明，票三打脚鼓还是捞世界开大锅饭？什么捞世界？我们这儿只招海员、水手。你个寒球，你不懂啊！找你家顶爷说话。找谁？找你家顶爷说话。标下就是。你是踢斗的？过去是，如今下水了。跟着你会不会扎炮？即怕生贼。好，记下我，在下邱长生。哎呦，我说侯大人，这小老儿就看不懂了。你说你招这么多满嘴说黑话的山贼海盗干什么用啊？标下打过多年海盗，知道这帮家伙聪明不怕死。
经商果然是与众不同啊。不过，咱们从海里头捞宝，需要这般训练帮佣吗？啊，我等还听说呀，大人您购置的不是一艘普通的大捞船，而是水师的一艘兵轮呐。宰相何等凶险呐，没这些怎么做事儿？我说，你等先回，到时少不了分利时便是啊。好，哎，我说好好。爹，我等有一事不明。小的们，开大锅饭为何出布草，唱清兵军歌？因为你等吃的不是一般的大锅饭。标下不论你旧日做些什么，但从今日起，你等就是不穿兵衣的兵。标下领着你们劫财，不是扎炮吃饭，而是为了救国。爹，你不是带着我们捞世界啊？听着，标下带着你们，每餐三荤一素，月银为官军两倍，战伤20两至50两，阵亡1000两，并由标下亲送亡者的爹娘与妻小，怎么样？干得干不得？好！爹此话当真吗？都给我听着，你等也得恪守标下的规矩，吸鸦片、赌翻摊、打水围，绝对禁止。爹，你到底要我等干什么呀？我说你跑过几趟水，先吃萝卜淡操心。大人不必多讲，小的也是个识好歹的人，知道子孝广忠，知恩图报，接着操练。向左转。怎么这么多天他还不回来了？你跟我说话吗？是。不知道。他不会出事吧？我不知道啊。你知道什么？慢点啊！爹，这积水下来，少说也有个30-40万。不过据先人密报，今夜将有桩大的，不知丁爷敢不敢做？讲，是条挂英国旗的烟船。个头大我6倍，有10英寸的克鲁伯前主炮2门，6英寸的阿姆斯特朗快速后主炮4门，12磅子重的米格鲁森副炮18门。而我们这条蚊子船，仅5磅重的小炮3门。贼姨娘，这哪是走私船，简直就是以吉野一样的铁甲舰。爹，你知道吉野？你说呢？啊，爹，那做还是不做？是烟船就做，后背印不大，贴定这家伙爬棒，先取舰长室和舵舱。得令。你别穿！哎，好，好，慢啊！
洋人真沉。啊，红毛，这儿。喂，啊，红毛，哎呀，红毛，你干嘛，老人？快起来。红毛。嘿，老侯。你回来了，红毛，快看看，阿爸给你扛来什么 ？Uncle Charles， Hilton， is it？ 红毛，看来你这个长毛叔叔不仅是个上校，还是个鸦片贩子。不 ，Charlie 是我亲叔叔的最好的朋友，30年前他也在台兵军和李鸿章洋枪队干过。Charles, you're not smuggling opium, are you? Let your friends enter the stream first. I am distressed of thought after the interrogation of half night. 他说什么？我可以把他的身子解开。听着，不准叫，不准逃，否则……不。你答应过我，你不杀洋人。同志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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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出来！同志们，滚出来！相爷呀，相爷来了。你把洋人的军舰给劫了。相爷这么快就知道消息了？你惹下塌天大祸了，你知道吗？别怕，那是洋人的一条旧街，专干走私勾当。老朋友，你好吗？好。你们认识？他，我不只是认识，我们是老大当啊。好朋友，好朋友，在这儿说话不方便，你到我府上说话去。给我到我府上私事，不要想私事，不要到私事，你到我那儿说清楚。你走开。老爷。哎，你还记得已多日未请皇安了吗？回来请，回来请啊！哎，你好大的胆子！回来请，回来请，回来请，回来再请。二三郎大姑，瑞良给您请安了。子衣娘，你在卖猪仔，以洋人做黄奴贸易。侯兄们，说话客气点。既然你我都在经商，我也就实不相瞒。现如今衙门的大牢里已经人满为患，就等着查理先生的船一到，马上把他们运到秘鲁和智利。那都是些何等蛮荒小邦！你竟敢以我堂堂大清子民交换洋药！好先生，中国人口实在太多太多了，买个几百上千万也看不出来。贼娘！侯兄们，这可是我广州将军府里，不是正式大内，没人护着你。你想清楚，你想清楚。瑞良，你听着，烟老侯以低价卖回原处印度，船正在就地寻找买主。要想让标下发回那条船，除非你取下标下项上人头。下官牛子寻给大姑请安。起来吧。谢大姑。我今日来此也没什么大事儿。你转奏老佛爷，就说侯九满做了海盗，弄了几百万两银子，说要办个什么意图习谱，并打算征地，创建枪炮工厂。炸！哎，侯。
是兄弟们，都就好了。小子们跟着您啊，那真是三生有幸啊！吉水生意，便吃了四百多万，还不算是那条大船啊！弟兄们，是不是？干吧！邱长生，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大人，你看你这还没怎么吃的就吃醉了。子一命，下半年，李中堂命你等七人去德国操练军舰。你为个洋婆子斗殴，被军校开除。后中堂又命你等在船厂修习军械技艺，帮你回国等继续教练各营，你却做了海匪。啊！当然了，何以知晓小人底细？一般海匪懂得那么多洋炮的名称口径，何况你那点烂事，我大清三大水师谁人不晓？大人，小的正是改了名的吴廷贵。小的学生回国后，那是碰上了水师覆灭，这才落了草的。起来，起来，起来，起来！目下老侯就缺你这样的人，都听着啊！凡有点识文断字的，学过点木匠、铁匠的，从今往后，海上的生意就不准再做了，都跟着我老侯为大清制造香炮。老爷去哪儿？今日有些闲暇，去书院看看梁儿他们。我也去。你干什么去？怎么，我不是他们的额娘，他们不是我的儿女吗？你就莫去了，免得引起不快。额娘有什么不快？那你去吧。哎，大福晋，大福晋，爽，好爽。哎，阿爸，额娘，这都是你自己弄的？是啊，阿爸，就是要面时然时不然的，有时还会自然，要是颜色多一点就更好玩了。阿爸早就知道，你从小就是这方面的鬼才啊。妹仔啊，书读得如何？科举都废除了，要还读书，我岂不含羞？哎，不是还有一科吗？你若是能拿个状元榜眼，阿爸这白身也跟着光彩。切莫玩物丧志。嗯。哎，阿爸，再看妹仔点个大的吧。阿爸，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掉出来的，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啊，阿爸，额娘，什么淫词野调的，好不害臊！混账东西，你这做什么呢？我，你是不是入了什么洋教了？我。我大清以洋人血海深仇，你竟然背你祖宗！阿爸，梁儿虽然入教，但从没做过任何错事。混账东西！阿爸，你别打！阿爸，阿爸，混账东西，你乃我侯门长子。你就是这样给你弟弟妹妹做示范的吗？阿爸，别打了！额娘，求求阿爸别打了！额娘，额娘！阿爸，不许给他治伤，何时退教，放我回家。大哥。那两个小东西呢？那两个小东西呢？梅仔，
阿爸，二哥和玉姑妹妹去二哥家庙已有多日。什么？他们逃学？不在其身，则在子孙。人生世间，慎勿垢渊。尔等何人？小子是孙世峰，特立独行，事之大捷。虽无文王，犹兴豪杰。阿爸，额娘，玉姑呢？这不知道，这玉姑妹妹每日天不亮就起。你还知她是你妹妹？你们并非同胞兄妹，居然同居读书，还事之大捷，恬不知耻。阿爸，孩儿心里苦啊。这乌糟糟的大清，昏茫茫的前程，何处才是我中华富强之路？孩儿追随康梁变法，紧跟孙文革命，可一败再败。今日老师来信跟孩儿说，什么？你与海外乱党还有书信联系？啊，贼娘的！Hilton, don't force Uncle Charles to let out. Follow me to the harbor and help me to recapture my ship while those Hojumang is out. Those watchmen know you and can listen to your order. Uncle Charles, please do not shoot this man. Ho will provide you with a ship. He is a very important person. You cannot kill him. He died a secret, the king of weapons. I have the king of weapons. It's not my business. How 一个绿林女匪，你说什么？好一个绿林小匪，你敢再说一遍？给我把枪放下。你敢再说一遍，我替我阿妈休了你。额娘，我说，你可真是好一个绿林女匪，绿林小匪。枪法还不错，那小畜生，如何这等装扮？枪从哪来的？哼！你给我听着，你们四个啊，通通滚回医馆住去。驾！那丫头差点要了我的命，你就这样了事了？那你还要怎样？哼！早晚，额娘我要还她一枪。哼！贼娘的！老子枪还没造出来，窝里倒先打打的热闹。嘿嘿嘿嘿嘿，枪法不错，我让你拿枪，你是看我。Sorry, Uncle Charles, really sorry. Let me out. I don't know any secret of. There are secrets on my ship. There are secrets on my ship. There are secrets on my ship.你说你船里有秘密，我让人在你船上里外翻找，怎么什么都没发现？我告诉你，我船没藏匿，埋着不是香，但埋最新式的步枪，这只是第一笔，大头还是在后面。买主是谁？我为什么要知道？买主是谁？我这就到今天下午有人提货。其实标下早就知道你这个秘密。这个流氓！而且你那条吓人又不中用的大船，标下早就找到了买主。Uncle Charles， 别动，别动！完，你干什么？古洛，古洛。古洛，来吐来。哎呦！
你该谢谢标下，知道吗？标下为何尚未卖船？标下一直在等你，承认走私军火，你好与你一起做这桩生意。